我的名字叫克罗林德，未婚，前几天被旅行者抽到湖里住下了。我在欧比克莱歌剧院工作，担任决斗代理人，每天会在8点前回家，不喝风达，晚上11点上床睡觉，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好巧呀，克罗林德小姐，我正帮你暖床呢，要不要一起睡啊？克洛琳德小姐，你先忙，我不打扰，我先走了，哈哈。你不能走，我看你是又想念梅洛彼得堡的难忘时光了吗？且慢，我记得枫丹法令说在我蹲大牢前，好像是可以向决斗代理人发起挑战，证明自己清白的吧？在枫丹确实可以，不过现在是在你湖里。我有最终解释权，那么克洛琳德小姐，我要挑战你。我乃是打遍提瓦特无敌手的旅行者，抢过风神的酒，赖过岩神的账，偷过雷神的灵石，挑衅过小草神，就连纳威莱特都被我弄哭过。克洛琳德，你现在认输还来？我起了一枪秒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决斗其实是不允许用武器的，对，要决斗就空手对战。好吧，满足你的要求。怎么决斗的时候，克洛琳德小姐还奖励我？不对，我记得这个姿势是剪刀腿。克洛琳德小姐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会擅自去你被窝了。看在我上有500岁的柴家夫妇需要养，下有5岁的派蒙需要喂，就饶了我吧。那这样吧，只要旅行者能挺过我一梭子子弹，我就放过你，如何？成交。那手枪就几发弹药，吃几个甜甜花弹鸡就不会。太好了，正好可以试试和狐友芭芭拉借我的这把枪。咱们开始吧。现在去梅洛彼得堡还来得及吗？怎么会？毫发无伤。嘿嘿嘿嘿嘿，想学啊你，我教你啊。